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我现在在 Steels 和 Dufferin 的 Home Depot。 今天呢人不多，整洁有序，看起来不错。东西蛮多的，不过呢都是些寻常的花草。我刚刚呢看到几株呢让我蛮动心的东西，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。很大颗的 passion fruit， 这花真的太美了。我知道过不了冬，但是我很心动。你看多漂亮，这儿有很多，很大颗。我不知道冬天该怎么处理。30块钱。状态呢有的可以，不是都好，但是这花真的太美太美了。这边呢也有盆稍微小一些的，这是20块钱。这是 Astubi 若心腹，我一直呢都很喜欢，可是呢我花园里实在太满了。这个很大盆的，价格也不贵，15块钱。很多的大叶绿植，龟背竹什么的，很大颗。今年特别流行绿植，这些是40块。看这些镜面草，多健康，多漂亮。这个是9块钱，4寸盆。也有很多多肉。我居然还看到了一棵银杏树，挺大棵的，有差不多3米高。但是杆子呢挺细的。这个地方大概也就比拇指略粗那么一点点，价格是105.98块，比我想象的呢便宜。非常健康的丁香树，18.98块。很多小灌木，锦带 Azalea， 大量的，同样18.98块。今年很多人抱怨呢买不到铁线莲，这里大量的铁线莲啊，还开着花，而且这属于大道系，很紧凑，既可以种在花园里也可以盆栽。这是比较新的品种，24.98块。颜色我也觉得非常好看哦，这颗的颜色也很好看， Sarah Elizabeth。 很大颗，植株呢也非常健康。 Annabelle Hydrangea 很大盆，17.98块。各种各样的蔬菜，香草，这里还有几颗铁线莲，也挺大颗的，不过状态不是特别佳，14.98块。我相信之前种类很多的，现在只剩这几颗了。 The President 玫瑰也有很美的，颜色相当的梦幻， Italian Ice， 价格是32.98块。
这家店的东西还真的是相当丰富。位置呢，我再说一次，在 Steels 和 Dufferin 附近的朋友呢，可以过来看一眼。而且呢，人也不多。